走了，走了。都说 Stella 已经没有来上班了，你们不要再闹事了。不可能的，他在哪里？你告诉我啊。我怎么知道？都说他已经辞职不干了。他真的已经辞职了？是啊是啊，走了，昨天已经没有来上班了。叶大姐，你看，那安娜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我们去你家都找不到你啊。我把你当朋友，你为什么欺骗我？对不起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要帮你。安娜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可是你走开啊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你不要这样，你冷静一点听我们说。我不听，你们欺骗我，玩弄我，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。你怎么可以把事情说那么严重呢？郭老师知道我在 KTV 认识你啊，他希望我能劝你离开这里。这不是关心，这是伤害。我不是有心伤害你的，站在你面前的明明就是你男朋友，你为什么还故意隐瞒我，还鼓励我接近他？我以为可以通过子康帮你早一点离开这个地方啊。我可以从这里走出去，当然也可以再走回来，只要 Ada 姐肯给我多一次机会。我早说过了，男人呐、啊、都不是好东西。安娜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再自甘堕落了。郭老师，我本来就是一个烂苹果，我喜欢自甘堕落，喜欢唱歌喝酒乱花钱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忘记有我那么一个学生。安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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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娜。我本来都不想说的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事太过分了。没有那么严重吧，小姐啊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你不觉得你在戏弄他的感情吗？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啊。我看他那么紧张你的枢纽，我知道他对你有意思，我以为你劝他一句话比我说十句八句好，我怎么知道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如果我知道他对我有幻想啊，我是不会接近他的。我也真笨啊，居然敢相信你所说的话，说什么我像他死去的哥哥。如果我不这么说，你怎么肯接近他啊？我根本都不应该接近他啊，这是欺骗啊。我只是想帮他啊。好了，错都已经错了，你就不要再怪我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怪你啦，我只是担心恩娜。幸好我们发现得早啊，如果继续纠缠下去啊，那就会伤得更深了，到时啊就更加难以收拾。我现在更担心的是，恩娜会为了这件事自暴自弃，越陷越深，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事。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她继续留在 KTV 那种鬼地方工作啊。现在要他离开就更加难了，我们伤了他的感情，伤了他的自尊，你说他会听我们的吗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看现在他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你，我们还是不要找他了，等他气消了再说吧。走吧。喂，你心情不好啊？听 A 大姐说你和你男朋友分手啦。做我们这行的分手是很平常的吧，不要这样啦。以前我年纪小也很少了爱了一个人，结果给人家嫌弃，活完了。你不心痛吗？不止心疼啊，而且还手痛啊。安，你自杀了？以前会这么傻，现在不会啦。男人嘛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干一杯，让我们醉个一天一夜，明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把它忘记。Thank you.
去哪里啊？我要回家。回什么家啊？还早啊！我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。玩？我要玩，我要飞，飞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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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啊，我现在就带你去飞。我们两个关起门来，慢慢飞。走，去坐飞机啦，飞啦！啊，没办法，飞，我们上飞机啦。飞，啊，要飞。上飞机了。天气这么热，脱了衣服再跳吧。跳舞，跳舞，我要跳舞。同学们早。安娜今天没来上课啊？不知道，早上都没看到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哎呀，老师，她一定是和男朋友出去拍拖，所以没有来上学喽。呀，妹，妮妮说她男朋友是有钱人嘞，老爸有钱，男朋友也有钱，还要上课来干什么？反正上课也是为了赚大钱。